coming over. I don't care if people find out. They say that we're no good together, and it's never gonna work out.上完厕所，我们进教室那一瞬间，我会想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教室？因为我们都是坐在最后一排，基本上连同学脸我们都不是很熟悉。然后都看进去之后，就会想，哎，这个教室是不是我的？然后我们就会目光看向最后一排，看那个两个位置是不是空的。如果是空的话，好，那肯定是我们班。然后那就确认了，就是这样，特别尴尬。 你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在对齐。感觉咋样？感觉这个头发剪得特别好，特别凉快，清爽，对吧？嗯，这个头发呢，就不像以前那个很重，重了就差不多一两斤的头发了。还有一种关系是。 因为我们学校呢，老师规定要超过眉毛，所以只能剪成这样看的头发。刚开始感觉是很惨不忍睹，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头发非常的好，确实特别有学生的气质。嗯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想，特别嫉妒一些没有剪头发的人，对吧？他们呢，就在我们这旁边炫耀，我不剪头。 头发对吧？没有剪头发，哎，没有剪头发，没有剪头发。嗯，我也是。现在我觉得不要剪，因为没有剪头发嘛，肯定是眼前一片黑暗，头发都挡着了，对吧？那你知道吗？有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你知道发型师是挺好看的，我可以给你做几个发型，比如说。 人家帽发型师，剪发型，你给你这样，后面扎个小辫儿，头发不会长。哦对哦，我感觉呢，我可以自己留个长头发，就不要去剪，然后扎个辫子。算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怎么可能？你在干嘛？ 我觉得这个发型影不影响你的颜值？嗯，这个当然是不影响的，毕竟有底子在嘛。对啊，高中生活怎么样？高中生活感觉跟同学还是挺好的，还是很融洽相处。作业多吗？多。 第一天就作业特别多。你现在在学什么呀？在学另外一种语言，能透露一点点吗？在亚洲的，<笑>在亚洲的一种，可以这么说吧。
腹肌采访一下你们。好的。在排练呢。你在排练。在排练吗？你们刚刚在排练什么呀？话剧。话剧。我们的话剧。音乐剧。音乐剧。音乐剧。什么样的情节能透露吗？大概就是，刚才那个安慰奇异的一个，就一个音短暂的歌曲。我呀，走不下去了，奇异。快走快走！我以为这发型好看吗？哎呦，剩下一个。这绝对是剪的超级短的。快过来！这来。刚刚在安慰他的发型吗？你们？差不多。不要！哎呀！你们觉得迟爷头发好看吗？好看，挺好看的。你们当天是十几个人一起剪头发，对不对？对。选一个最好看的，选一个最难看的。最好看的，剪的最好看的。只有我的最好看。不，我几乎都没怎么剪。对，大概就你的最好看。只是说我剪的可能最少。不要最晚看，只是说只能差不多算最短的。对，奇异和林墨都比较声音好，奇异林墨声音好像都比较好，像戴帽子方便的，你看后面接不到眼。有，我知道，我一直戴在这个地方，很忘记。你们在干嘛呢？听说你们那个开学都换了新发型，是吧？对呀，我们剪了，我这个很明显的。你已经是那个，就是学校有点要求，对，要让我们剪过眉毛。你们自己买的这个做新发型吗？不买，我觉得我还好吧，因为我觉得我是。里面剪烂的，他做头发都没有怎么剪，剪了，打薄了。那方小蕊，你不满意的理由是？我剪的太短了，特别是这旁边。这旁边已经没有了，又要长很久才能长出来。你觉得这个发型对你颜值有影响吗？应该没有影响吧，毕竟对吧？颜值高的人，发型怎样都无所谓。何洛洛同意吗？那个高中生活除了头发变短了之外，还有什么变化没有？自己的生活还有变，每天要穿校服。校服好看吗？校服其实他们的那个秋装校服还蛮好看的，高校服都一样好看。哎，你们不是秋装校服吗？我看校服都很丑，但是没办法，学校其实感觉每个学校校服都差不多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感觉，就是那种很光、很松大的那种。运动款。啊。跟同学相处呢？我们班同学还是蛮好的，我觉得，真的非常热情。然后他们班，我和林墨在那班同学就比较，热更热情。女同学还好吗？但是男同学有点热情过度了。怎么热情过度？对，我第一天跟李默到教室，然后那个有个男的，好帅，他好帅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他我见到他在后面这样说，他说好帅，这样子好帅。他说你怎么这么帅？他说是不是你们？他说你是不是重庆人？我都对啊，我是重庆人。他说你们那里的人都这么帅。然后他还说了一句，他说这么帅，他这么帅。